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呢是西西的直播群聚烤肉趴。我们上次呢是在也是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桃园一位群友的家。今天主题就是烤肉，肉全部都是肉，肉肉肉。其实外面比较多，都在外面吃好不好？这是冰山一角而已。好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要对西西说的话吗？太好吃了，我太好吃，谢谢。请问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西西说的？所以西西是吃货主播，这是大家众所皆知的，大家都是因为吃而聚集的。我们的600万到底表演在什么时候？我会讨债了。对，大家，我们的不知火舞到底何时？就是1000万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想标的？我觉得西西每个都把你上字卡，吃起来不会很柴，蛮顺口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越嚼会有一些香味跑出来。哎，这个形容我觉得还可以。为什么要把我当食物形容？请问你对西西有什么想讲的话吗？哦，真的吗？真的一定要讲？对呀。年轻人捞都赶快捞一点。哎、欸欸欸，什么话？这个剪掉。真的太实在了吗？太实在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。让我讲一下。你讲一些不实在的。不实在的，要虚幻的就对了。对。希望西西的事业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好。好，事业线粉丝达到100万。哦哟、哦。这些都是谎话。假的，背影的，怎么现在是背影四号又背影？要搞好像受害者。对啊，又转过来。好，请问你有什么话想对西西说的吗？我很急着说。你说什么？不知火舞。不知火舞好，1000万U 的时候，大家加油。这就是为了要感谢大家每个月来对西西的支持。